Hello，岳哥觉得床还行吗？还行，睡得还挺舒服，这温度还挺合适，温度合适，睡得可舒服了。大郎，这是，哎，这身材应该他呀，别，我是王妈妈，老公给我打一下吧，好。为什么要打？啪啪啪！这么大规矩，要给你踩一下吗？一会儿踩我就不上了啊！我怕一会儿起不来了。对了，岳哥在呢。岳哥来，快来踩一下，快点！不要不要不要！我真的踩出人命了。你不要全身重量，你上一脚，一脚没事，一脚没事，一脚就没了。来，有人跑，还想不想去泰国让大象踩一点？哎呦！是劲儿大了吗？看看，被我踩在脚下了。哎呀，还玩的游戏。你们保持一下，我拍一张手机，再拍一张拍立得，这个画面可是有点难得。我这很不在乎的玩的游戏，踩的。我先拿拍立得，等一下啊，这个画面不记录真的是太辜负了。怎么样？你这重量是真是矬是吧？刘哥，你坚持一会儿，换个。不是我坚持，是他坚持一会儿。我没事儿，我腿细，集中到一点，我全身力量。岳哥刚才这段话特别像武学宗师说的，全身力量集中在一点。我是不是应该拿个猎枪站在这儿？给你找一下，有箭，我们有箭。我是不是要成功了？哟，好嘞！这下岳哥真的起范儿了，太精彩！给你看一眼再打。成功，今天的秋猎成功。来，你坐着，我就算了吧。坐下。报警来的这么快。啊？准备开始。哎，得嘞，我就知道得有这一出。我就知道没有那么好的事儿。我得还回来了。啊！我踩的。你踩行，我承受力还是可以的。我错了，我承受力还是可以的。哎，我是，这就这么麻吗？听我的胸腔共鸣了吗？奶奶我有点酸。老公，你为什么打这么开心呢？你第一次在使用筋膜枪的过程当中这么开心？脖子这一点。哇！我觉得我的脑仁得到了充分的搅拌。上劲起劲了吧？上劲了。怎么样？轻松吧？我去，轻松多了。我觉得这脖子，哇，真爽哎！这里，这样，嗯，往下，往右边，这里，往下，这不是到骨头了，哎，一身的伤，嗯，我天，
我撅两边就肌肉就抽，一到晚上得三四次也醒，疼。你帮我看看，里面毛病挺多的，但是好多的细节都没放进去。没事，可以带着孩子上我们家阳台看会儿缸去，逗会儿猫去。嗯，我当年上班工作单位都有缸。所以您原来在动物园工作是真的？是真的呀。真的养过大象吗？是的呀。就是因为我们家老头的一句话，那阵不是讲究考什么外事服务吗？就说出来就是学那个服务生什么的那种外事上，后面老头说了句话，哎，伺候人不如伺候动物去。老爷子这么想的明白吗？嗯，后来我想也是，人跟人交流会有一些就是大家想法都不一样，尤其是服务行业其实最不好做。如果动物呢，你只是把它伺候好管理好了呢，你付出100它会付出120。就是我们最后养的大象，你知道我们什么样吗？每天上班，一进园停完车，完了往园里走，到班那儿一开门，他就知道谁来了。他不看你，他就听动物园，他知道谁来了。动物就是这样，动物知道，动物太明白谁对他好了。哟，下雨了，下上了，看见吗？哎，大姐您好，您好。哎，阿姨您好。哦，那住这啦？你有事儿？下雨。啊，躲来，要不要进来坐会儿啊？不进来。有雨衣，哎，我知道。这个有雨衣给您，您给阿姨披着啊，穿一下，别淋着了。慢，袖子套着，胳膊伸进来，这儿呢，哎，伸一下，慢着，慢点，小心路滑啊，慢着啊，多好啊，来串个门。